Hello，大家好，我是莫。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购入的一些波点元素的单品。因为像是今年的话，就比较流行这种复古啊、度假的风格。但是波点的话，就是复古里面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身上这条裙子。其实今年很多品牌啊，或者淘宝店都出了这种波点的半裙，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的话，就是它这种鱼尾的设计。然后它这个鱼尾的这个裙摆，我觉得就是它裙摆做的很大嘛。就可以显得很飘逸，然后我觉得这条裙子比较神奇的一点就在于说，你看它这个长度适合去见长辈，然后呢，因为它而且它这里鱼尾的这个设计的话，这里会比较紧一点嘛，就是你得控制自己的这个步伐，步子不能迈大了。然后如果说你去见同事、上班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把这里稍微的拉起来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部分这样子塞到里面去。因为它这个材质比较轻薄嘛，所以的话你塞进去的时候，哎，你也不会觉得是说它这里会凸起来一块怪怪的。我觉得这个长度的话就比较像是日杂里面那些 OL 的穿搭了。然后呢，见完同事之后呢，如果说你要去见野男人 OK， 那我们就把它调得更短一些，把这里这样子就整个都这样拉起来，然后呢塞到里面去，这里也是要这样拉起来，就见野男人的长度，你可以更短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这种打底，其实它这个打底没有很透，就是比较的短一点，然后你把后面的这样往里面塞一塞。我觉得这条裙子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解锁各种不同的穿法。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一条也是这种波点的半裙，但是呢我选的是酒红色，因为像这种波点半裙一般的常规款都是黑色和白色嘛，所以我想特别一点就选择了这条酒红色的，而且它是这种 A 字型的设计嘛，就不像我身上这条鱼尾半裙的设计，就是这种鱼尾的话就会显得比较的优雅，稍微的成熟一点，它这种 A 字裙的设计的话就会活泼可爱一些。然后呢，它是这种比较厚雪纺吧，有点这种纱纱的那种材质的一条裙子，它后面的话是这种有松紧的设计嘛，所以说会对腰围的话没那么多限制。然后我觉得的话，它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的半裙，但是呢很有那种复古的味道，而且价格也没有很贵。这条裙子那种度假的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而且我觉得它和我这个 T 恤特别搭，因为今年就很流行这种马蒂斯的这种很简约线条嘛。然后我这件 T 恤上面它这个字也是这种酒红色的，我觉得挺不错。但是这个 T 恤就是我是随便买的嘛，然后20几块钱吧，我觉得它质量不是很好。大家如果想买这个 T 恤的话，可以选择是稍微价格高一点的，这样质量可能会好一些。再加上一个这种粗藤边的包，我觉得就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度假。下一条呢，就是非常不常规的一个连衣裙，就是它是这种很度假风格，而且它这种红色非常的鲜艳，就比较的适合你去度假呀、去玩的时候拍照用。出去旅游的话，我看很多人他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做什么攻略，而是买衣服、买装备。所以呢，我其实挺推荐大家就入一条这种比较夸张的这种度假风比较便宜的小裙子拍拍照就好了，然后再配上一顶帽子，哦，感觉就是马上立刻老娘就要出去度假了。自从去年夏天我买了一顶帽子之后，我觉得我从此离不开这个东西了，就是因为帽子的话对我这种大额头女孩来说真的太方便了。因为就是夏天嘛，就是毕业季，刚好就是我去年毕业，然后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合照的机会嘛，就是各种合照，然后我觉得帽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拍照的道具，就是首先它可以遮住我的大额头，然后呢，就有时候发型会比较糟糕啊，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它很能就是掩盖你发型上的一些糟糕的情况，还有能够让你很快就得出一张满意的照片。一直合照大家就是拍个几张，然后选一选大家状态都不错的一张就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总选不到自己满意的嘛，所以说有了帽子之后，你能很好的就是拍出一个比较不错的合照。我现在这个帽子的话是它这种阔檐帽嘛，比较有弧度，稍微是说夸张一点，比较适合度假，但是我也选择了别的像是日常一点的这种
平顶的帽子，我买了两顶，一顶是这个十毫米帽檐的，然后一顶是七毫米帽檐，我觉得都还不错，看脸大小吧。我觉得就是想要显得脸小一点的话，帽檐可以选择戴一点，因为这样子就是对比起来会显得脸更小。下一个还是红色的波点，但是呢这是一件衬衫，然后你看它这个红色和刚刚的这条连衣裙的红色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它这条连衣裙的红色的话比较深一点吧，然后这个就比较艳丽一点，而且它这个波点更加的密集，然后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形状来看的话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衬衫款式，就比较基础一些的。我给它搭配的呢就是一条这种比较复古的微喇叭牛仔裤，它上面还有一个这种小的这种丝巾围脖，因为它的型还是比较那种传统衬衫的，所以就整个看起来比较干练一些。好，下面这一件的话也是一件这种波点的衬衫，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这个这种娃娃领的这种设计，而且它的颜色和这个颜色挺不一样，虽然是同样是红色系，但是它这个是有点那种焦糖棕红的感觉，然后加上它这种娃娃领的设计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它下面这里可以绑起来嘛，因为不是一件那种特别就是那种正式的那种衬衫版型，所以它就显得稍微休闲一些。